棉花给人家卖一公斤卖上4块钱，然后人家一转就10块钱，皮棉一公斤30多块钱。这个农民不过就是为企业而卖命着呢，还是从自己手里面过去的东西。我想读书。我们就征求他的意见。他的身体差呀，在干啥？对吧？然后这确实是高温高湿，造成了咱工作难做。如果过了这几天，咱肯定会好转一点。所以说，咱不要气馁。毛泽东时代，他就都是会过时啊。啊，就是。现在就是有人有钱就花了。只是说穷一点，大家有一点温泉感。这些在他妈的，一个在东，一个在西，那个孩子的性格是什么，妈妈都掌握不到。那孩子对妈妈好像没有印象，是不是？对不对那种？我说你们节约一点，哎，这个钱不是你花，妈妈，这不是钱，是妈妈的血。老朽嘞，是现今的老板呢，很难做的。老公，老板比打工仔更难。都想在这个工厂里面做好，然后他做一辈子。他希望今天给你搞了，明天给你拜拜。Thank you.